啊，你有你后来都有讲稿、哦？我会写啊，我本来我从第一次就写，我有一次没写，我就很卡了。啊，那之后话题训练班你是二号生了，你要加入？没有，因为这个跟我觉得这跟话题没什么关系，因为有这是关系很大，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我是要根据他的内容去写的，我不是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你要想办法临场反应到看到这个就讲。对，有关系。不是啊，啊我讲稿写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啊，我只是把我想。我想要讲，你不可以有讲稿，第一时间想把什么东西写下来。那我在讲的时候，我才不会卡，跟讲错话，好不好？哦，你是怕讲错话、哦？不是聊天，好不好？是啦，性质是不一样的。哦，没有一样吗？没有，是不一样啦，就是这是二号技能，二号第二语言，进阶到就是。我还要正式的东西都要那润一下，好不好？润一下，润喉吗？欸，完蛋了，你这样照你这样讲，我好像也超级无敌久没有写这种东西。嗯，没有。你现在你觉得你现在可以写出几个字出来？没有，现在可以写啊，但是我就是都没写。我就去现场直接发挥好了啦。我觉得即兴发挥。我觉得写出300个字好难哦，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某几个大标的这种哎、欸，我不会写的太详细。我甚至连都后来都没写，我都是心里想，心里想什么。我现在不会常常就是吐词讲错吗？之前我目录还是我写一下，之前就是我自己讲一讲，讲歪太远，然后歪不回来这样。我觉得内容就是你熟悉跟了解多少、欸，对啊。没有，我觉得直接歪到天涯，直接歪到天涯海角去。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之前自己大学的那个系有关啊。之前我也是都会写很详细，后来发现啊，上台讲了跟那个根本都会差个大概8成。算了，心里想好怎么讲，差太多了吧？差太多了。跟你讲，真的是，而且不只是我这样，我身边的每一个设计系的人都一样。你说每一个，每一个、啊，对，每一个，你有没有想好要讲什么？然后最后就发现啊，没讲到，但是讲到别的东西去了。计划赶不上变化吧？对，计划赶不上变化，太快，变化太快了，太快了，太刺激了。拜拜，拜拜，很浅了哦。今天礼拜一，礼拜一没有课，自由活动啊，好，行。啊，还没打中，还没打中，我已经那个了。好了，没关系啦。打完了，我要去睡觉了。没事，老师说下课就可以走了。你也太快了吧，你鬼哦！睡觉，睡。上礼拜有新增什么东西吗？烽火台，烽火台没了。我有新增一个到一半的云霄飞车啦。可以坐吗？会死吗？对啊，你现在坐可能会，你现在坐可能会，你可以去坐一下看看，应该是会死啦。我准备要睡了，床前面了没？有被睡了，被睡了，准备被睡了吗？已经亮了，已经亮了，亮了，你睡下去了，狼人又没杀到人了，完了。我刚刚看到那个字一直显示出来，我想说是假如是有人睡了，我刚刚有显示，我就按了。对，我也是，我是谁？是我。哦，原来是你哦。我都是要处理哦，我在脑袋看很多事情，我刚从我就先躺上去了。所以你下次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了。对，我估错了，我本来以为来得及。来你就咕咕咕咕咕咕咕，睡觉前都会想一大堆有的没的吗？然后不小心就睡着了吗？对。中介好，中介，所以我们继续去运那个棒棒。但你我要去买乐透。我没钱了，我一定要拿到那个钱。要不要先借你啊？不用，没关系。对耶，我要看我们快拿回棒棒来了。但你不是要运大概一个多月吗？为什么运一个？你们上次不是说几万个只遇到，好像还有多少？没有没有，几千。有一个比较找一个最近的。哦。哎呦。算哦。棒棒，我们的月重逢。月什么？会回奉才对。回奉。这次两次奖励哦，一定要买哦。我要看一下我够不够。
Let me see see. 最，哎呀，我这次好像又只有办法一次哎，好吧。冲啊！十瓦啦 ，Go Go！ 十瓦 ，Go Go！ 哦哦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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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栋哥！哦啊！我这又是什么？团团学的比较像，天哦，这是什么闪现？天哦，哦，已经进去了。先打，先打，就差不多，等下跟大家急着打。我现在都压底线嘞，现在都没有那个。我都是开场先打两倍，那才让别人底线上两倍，什么两倍？不然别人底线没有啊？因为酱油说那个吧，杠共估的事而已。上一次共估一次啊，所以两倍啊，两倍啊，嗯。转下了哦！你刚好接到那个哎！哎呦，哎呦！啊，起飞了，起飞了！哎，有谁是刚睡醒的？哇，小雨啊，小雨是刚睡醒的。我小雨杰克嘛，好哎。还没啦，还没醒。我刚刚你不是看到醒了吗？醒一点点了。哎呦，有没有？声音还没醒。哦，也还没醒。我又飞起来了。还是你？你不是作息变很健康，怎么突然间是这个时间睡觉啊？还没有啊，我就是很早起来，然后下午还没，还没，好睡午觉就对了。再放一个，可以。对，你要再给他八股一下。哎，对啊，我们东西如果运回去的话，它是会在哪里啊？就是那个啊，那个什么，我们一世界重生点，对啊，那个牢笼。啊？怎么了？牢笼那边也要先改耶。你先运过来再说嘛。对啊。对啊。哇塞！阿纪刚刚想说什么？没有，想说今天大家可以，我要讲什么忘了。跳舞。我已经忘记了，打算就忘记了。你说可以用哈纪台看一下哈纪吗？没有，不是，这个不用。哈纪台很漂亮，很漂亮，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哦，对耶。那绝对行哇。我刚还在，我刚的醒的程度大概只有一层，我看到这边四层，好不好？这样子是好事是坏事？坏事，等一下。有那尿亮的东西啊？他可以好好好哦。你是惊讶到清醒，还是惊吓到清醒？还是兴奋到清醒？兴奋到清醒，兴奋。哎呦！还记得杰克的第一句话是：看这沙小。你看那是惊讶，惊讶哦，惊讶，自己很惊讶，对啊，啊，怎么可以自己惊讶？我可以自己惊讶，对，对，可以自己惊讶，不行，为什么可以自己惊讶？为什么不行？我自己想想，对啊，这个接起来有点怪怪的，不行，对，到底为什么？是有人在打，我可以这么合适吗？喊一下。我刚嘴巴张超开，啊！你说麦块角色还是你？我还好是嘴巴。我跟你讲一个小知识，嗯，你以后看到会飞的蟑螂不可以张大嘴巴哦，因为蟑螂会飞向黑暗的地方。真的好危险！然后你的嘴巴张开就飞到你的嘴巴里。那我跟你讲，好吃的东西啊。那我跟你讲，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不可以打开钱包，因为钱包也。里面空空的，所以哦，它会飞哦，这个恐怖哦。哎，不是啊，那这样才好啊。你们不是有时候抓不到蟑螂很怕睡不着吗？就嘴巴张开吧，这样子。不要啦，不要啦，没有，没有，张着等它出来。好饿，你们不是会怕到睡不着吗？没有，我会直接叫允月，让允月醒过来。哦。可怜的允月，他不见。然后允月就把你嘴巴张开，这样子。我来补张喽。他在下面，哎，而且有两只。怎么突然击到他在下面？什么东西？怎么突然这样子？下面有两只，也符合吧？前面啊，还在讲蟑螂，怎么跳到这个东西来了？下面有两只蟑螂。他突然从那个船上面顺走。哎呦，他被打，他打到自己啦！他那个笨蛋，然后触发那个。顺意，还是第二次？今天注意一下那个，嘿，怎么了？没有，我今天打断很多次哦，然后提醒今天有点严重，对啊，
好不好？嗯，啊，好好，嗯，嗯，给一个那个，嗯，哎呦喂，忘记讲什么？哎，新闻，所以浩进，你想起来你要讲什么了吗？没有，我记得我有指令有改动，但是我忘记我改什么了。指令啊？哇！对，我突然想到，刚刚你们说钱包打开是空的，那这样的话，钱包打开里面是空的，所以是黑的，那蟑螂会不会飞进去？会啊，会啊，但是你不觉得钱包空的更可怕吗？对啊。那你就至少啊，至少你的钱包还有蟑螂。啊啊！你下次来我送你，觉得更难过了，你知道吗？它是空的已经很恐怖很难过了，你还要让它有其他的生物在里面，起码还有一只蟑螂。你下次来台北，我送给你，还可以拿去送给讨厌的人 ，surprise， 给你一个钱包哦。要打开一只蟑螂，好可难过了。最近 Tommy 才又抓了两只蟑螂给我，哇啊真哇是活的吗？活的吗？已经半死不残了。哇，他真的很喜欢你，他玩腻了、欸。对啊，他很喜欢你。半死不残，所以他没有残，他还是都还是会动的，会动的。对，还是会就是在抖动那种。哎呦，是从哪边抓来给你啊？我不知道，我就转头看到地板，他就看着我喵一声，然后看地板上一只蟑螂。哦，给你的礼物，他抓猎物回来了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玩完了。嗯，那怎么办啊？他觉得你不会吃东西啦。他叫你吃蟑螂啦。他帮你找了新的食物。要羞啊！不是吗？猫咪不是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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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好恐怖。我不是说不接受，他会交更多给你吗？是吗？啊，所以代表他只要在他面前吃掉，对不对？我是听看我有查，就是说好像是不能在他面前把蟑螂就是处理掉，所以你要很开心的哦，跟他讲哦，谢谢你，你好棒哦，哎、欸，不然他会难过。对，啊，难过他会拿更多吗？他很难过，抓两只给你任你挑，然后你很开心，他抓五只给你。哦，不要，觉得你喜欢。可是我在你喜欢。可是我在想，如果你让他难过的话，那他不就是不会再抓了吗？不知道哎、欸，还是会抓更多。他会在你床上尿尿。真的、哦？床上尿尿啊？那你就一定得要很开心哦！天哪，要挟我就强迫你接受你不要的东西耶！哇，哈哈哈，好开心哦，好开心哦，真的很开心哎！原来是恐怖宠物，对呀、啊，恐怖宠物跟恐怖情人是同一个概念吗？是我为了你好哎、欸！什么有人说听起来像阿嬷不一样？阿嬷的东西很好吃哦，不一样，不一样啊！不过我觉得养猫的人就是都会变得容易装可爱吗？哦，这样子吗？不吧。哎、欸，可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因为我发现哈基跟猫讲话真的会这样。会吗？我有吗？一定会啊。冬蜜哦，怎么那么可爱？真的有对不对？我妈也会。有吗？有，你不知不觉有了。你是不是还会不自觉给字 ？Tommy 要不要吃饭饭？你不自觉给我了。要来吃饭饭，要不要开罐罐给你吃？有吗？我有吗？有，真的有。完了，萌化了，萌化了。我看到 Tommy 是直接叫 Tommy 啊，然后他就是 Tommy，Tommy 哪有这样 ？Tommy，Tommy 很聪明啦。我没有这样吧？我看下次要录下来你就知道，因为真的很是这样。你们透露，透露，分享给大家。对啊。好东西不能只有你们欣赏，我们也要。啊，下一个就是 Tommy 啊，然后呢，我是 Tommy。这是地狱的吼，地狱的呼喊呢。好快的吧？还钱！来讨债，是不是来讨债？给钱！还我十板呐！可是真的啦，你们像他们刚聊天里面讲那个什么巧克力也会嘛？我跟你讲，其实那个时候有去家里巧克力家里，然后看到他跟橘子兵讲话，其实也差不多了，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差不多啦，赶快啦！养猫真的都会变，真的。还有小孩，可爱，养小孩就不一样了。
一上来就全部都是团团的。哈，你说来自地狱的呼喊。你说手翻过来，五分之名一军。哎呦，太哭了啦！换你了啦！李俊东，上次是我哎、欸，我换人了。你的小孩耶、欸，就是是我们的，不是我的，一起承担。我那时候看那个什么、啊，就是我朋友他刚养猫不久，然后他就说他只要一根逗猫棒就够了、嗯。结果后面再隔一个月过去，他家地上有那种自动的那种什么旋转逗猫棒，一般的逗猫棒，然后还有一大堆一大堆那个好像是什么薄荷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一大堆鱼，哦、一大堆玩具，一大堆娃娃。哦，对，猫薄荷。嗯，然后我就说，你不是说只要一个逗猫棒吗？他说没办法，他喵一声我就想卖。那他只是自己想买啊。我跟你讲，那个逗猫棒，我觉得比较像是在逗人棒，你知道吗？为什么？逗猫没有很开心，人倒是很开心，因为看他那边弄来弄去啊，很个性啊。跳跳去对，哎呀，我要爆爆，不是爆的，我要来爆爆爆料。他记完逗猫棒吗？我怎么了？不是，他拿那个雷射笔在玩猫啊，那个就是猫咪不是看到雷射笔红点会想追嘛？嗯，然后就这样子晃晃晃晃，然后呢就突然晃到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门，那个不是有个拉门，他就晃在拉门上，然后就看到Tommy直接砰就直接拍那个门，哇，直接撞上去，我觉得，然后他就在那边笑说。帅、欸，你明明也笑了，是啦，我也是笑了，因为我觉得很好笑。那你们两个都很快，两个坏人。对啊，你们没有扶他一下，边哭边笑。没有没有，然后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呢？但他那个砰上去，就是他自己有控制力道了，然后所以他没事。Oh, 然后那时候他砰完之后呢，就看到他就是一脸就是鄙视的看着哈基。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看你。那应该是 OS 什么智障主人可以弄好一点吗？你害我撞到了，我就知道蟑螂是怎么来的。对，我觉得可能是蟑螂说，我一定要报答那个，让我丢脸。没错，哦，没有，有时候玩那个雷射笔，玩完就把那个雷射那个点那个刚好放在团团脚上。哎、欸，他真的有一次差点抓到我、欸，哎，吓死我了！他差点东西抓，团团就Tommy， 然后我就 Tommy， 然后还我跟你讲，也有很奇怪的点，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只要我去看猫，然后就是可能叫他，然后他看了我一下之后呢，他就会跑去那个就是猫抓板那边开始抓墨爪子，我就超奇怪，装没事啊，可是就我好像还好。对啊，我是每一次哦，我是每一次过去，他就会去磨爪子、哦。对，每次。就确定他磨爪子不是为了要抓你吗？你不爽，我要抓爆你，但是我不能抓你，我要去抓猫抓板。他是磨爪子，等我磨爪子磨完一个再细啊。那他抓着猫抓板的时候，有没有一直盯着你，然后就在加强那抓板是你的？没有吧，那也太恐怖了吧。有没有觉得更危险啊？我怎么听起来很恐怖啊？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他可能在磨爪子，他准备抓猎物，看到你来了，好，今天磨爪子，就是把爪子磨利一点。可是我怎么了？我也没怎样啊，可恶！因为逃避啊，逃避，地狱的呼唤 ，B O B O， 你差点死掉哎、欸！对啊，好恐怖哦！恐怖死了。不是的，我在地狱在奋斗，他突然 TP 我，我也吓到，我差点挥死他、欸。哦，B O 平台，所以可以 TP 我。哦，咦，哦，这个也可以。哇，你是一把优秀的剑吗？你是一把优秀的剑吗？是。你快歪掉了，你快不是了，失败几次了？没有啦，我在洗他的潜能。哦，
哦，你怎么扣到幸运了？因为刚，哎呦，没事，吓死。听起来蛮有事的。听起来不是没事的。真的没事吗？真的没事吗？没有，我没有。我想起来了，哎，嗯，改动就是那个苦力怕掉那个输的几率调高了，哦，又在调高，又在调高，固定之后固定调高了，好了，从那没有调的，没有调的像之前那次加倍那么夸张，但是就是有调高，对，有感，所以如果要以上次的版本来说呢，是移除掉限定的那个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也是 buff 啦，我刚看到。我刚刚有一个人在讲台上蠢蠢欲动，我刚在想要差不多可以切入了，因为我打完了，哦，打完了，所以好了，那就来公布那个七系情人投票喽。虽然七系已经是上礼拜的事情，但是就是哎，只是上礼拜，哎，那你们可以考虑过明年。啊，过明年，明年明年开始父亲节吗？直接父亲节，好像进展不太，速度不太对，太快了吧？来来，这次新闻社的问卷调查的题目就是：如果不考虑性别，你会选谁当你的亲信情人呢？哎，啊，这次我们就来先公布校内的投票的部分。哎，好，那我们的第三名金牌情人有两位，哦，两个哦，平票，那是平票哎。对对，那这两个分别呢是哈纪跟白星，哦，我有点意外，对对，但是投就是这两个，就是投这两个人的原因呢，有非常大的差别，啊，居然吗？啊，一个是会逗人笑，有幽默感，然后另外一个是感觉很凶，但是实际却很细心照顾另外一半。知道了 ，OK。他在想谁呢？两个太刚好反，这两个造反差。你们两个其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完全相反的。没事啊，结果是一样的嘛。苏西还是没有女朋友啊。哭了。你是个好人。可以考虑找个男朋友，可以考虑找个男朋友啊。对对，那之后就是等一下，我就先校内的部分先一次公布完，那等一下公布校外的时候再问你们感想这样子。好好好。那再来第二名，白金情人就是熊猫团团，哇，团居然不太意外耶，为什么？我想到什么？就是理性温柔的暖男熊猫，然后还有感觉会拿很多新品回家吃，很赚，很赚。有失业有得失吗？赚翻赚翻，哎，赚烂哎，肯定。赚的不止一点，学学学，真的学爆了，学爆了，啊、面前的。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一名，人人见了人人爱，所有人都对他为之疯狂的，就是小雨喽。哇！可惜这是，可惜这是没有哇！哈哈哈哈哈！想说想说，哇塞，第一名好像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是他为什么？为什么？马上要来讲理由了，好不好？感觉在一起会很开心，遇到问题可以好好沟通。然后再来还有两个理由，我是比较不懂啦。一个是可以替我省钱，另外一个是说可以快骂我。谁？女王是谁？谁啊？谁想的？你确定是他内投票？你觉得这是宣的吧？我在不在统计的时候也迟疑了一下，但是真的就是校内投票的部分。我跟你说，我要盲猜，那个说快快骂我，那应该是杰克。宣谁啊？谁？那个谁啊？是不是？没有，我是为观众谋福利啊！可以请小雨去现场来骂一下杰克一段。我说丁公三连吗？来一下。学语也可以，我有点忘记了，是什么什么笨蛋变态，闭嘴，乌鲁塞，哦，八嘎变态乌鲁塞吗？对。观众点下来，点下来，快点，快点下来！你们觉得福利了？有没有感觉？手机铃声，手机铃声有了。你是骂人？手链就太短了吧，只响一声的诈骗电话。不会，不会，你就这样想啊。一声的诈骗电话。以后他手机响了，就是变态无路塞，变态无路塞，变态无路塞，疯狂的。
好，那这边就是我们校内总共四个人的部分。哦哦，哎，对对对对，那再来呢，就来公布校外的部分。首先，先感谢大家就是踊跃的参与，这是我们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告白问卷。告白问卷都是告白，告白现场，超多告白的。那个告白的部分呢，我等一下会就是我们昨天都公布完之后，我再把那个表单给他们看。好，好，对对对，那我们就来公布三位人气情人。第三名，第三名就是情人店长熊猫团团。情人店长，我直接就好看到理由，就是嫁给他马上就晋升老板娘了。哇，哇，好像很会想哦。好想好了耶，笑死。老奋斗了哎、欸，老板娘，啊，真的是团团，我不想奋斗了、欸，团团我不想努力了，好羞啊！各位男女不一样，各位加油。然后还有理由是可以，就是好好理性沟通，然后会做料理的暖男熊吗？你是说那个仓库餐吗？你说上次懒懒的那一个吗？懒那个吗？我就不知道他填的时间点是看过那个影片了吗？那其实 有不少都有说感觉团团料理很厉害这样。居然。好，那再来就要公布我们的第二名哦。好，我的第二名呢，就是同时是女友也是女王的小雨。哇哦！又是你，又是我啦。对对对对。啊，问卷的结果就是分成两个类吧。第一类就是觉得小雨通情达理、温柔体贴、歌声迷人的情人首选。哇哇！通情达理，那个真的要打对，等一下，真的不妙啊！这个是，对，我觉得小三吗？我觉得有点危险、欸，危险！怎么可能买七夕餐是三个人？对，这边指的意思是非常好的沟通，就不太会遇到什么情人之间就是不好沟通，或是很不理性，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问题这样。我有同情。对对对对对。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投给小雨的，就是看看，一样，是不是跟杰克相同的？不是啊，我这个不是杰克的，我是不是杰克啊？但是这边呢，另外一类就是小雨最快，快对我们开炮，踩我骂我的讨厌观众。你为什么？你什么时候养了这一种杰克国的？你知道吗？一直都存在，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到底有做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很正常啊，我什么都没做、啊。你就一个莫名其妙就突然冠上这个属性了。就是我冠上 M 的比例真的超高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从这边看，就是问卷的表单填起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有三分之一哦。我不少啊，不少啊。是另外三分之二觉得我很温柔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温柔又女王。为什么？那样很赚哎、欸，一次有哎、欸，早上温柔晚上女王，晚上就来在我的脚下，来一种，晚上女王，对，早上的时候就早安，晚上女王，早餐，然后晚上就你给我跪下，不会啊，给我脚趾，哦，没舔不用睡觉，哦、哎呦，不是舔着让你睡觉吗？当奶嘴吸，不要，我脚恐怖，坏了坏了，好可怕。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小雨，你有什么想要对观众说的、啊？有两种不同的观众，两种，你要再骂一次了吗？我对于这个情况一直感到非常的困惑。这是我台的世间未解之谜。七大不可思议之一。哦，真的，你知道我这边已经就是想要被骂的观众多到，我现在就是在那个什么。欸、在 Twitch 上面有多一个不是可以用点数兑换吗、嗯、现在有兑换一个奖励，就是那个就是你可以自带台词的让我骂他。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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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奇怪的情境？嗯，还好哎、欸，就是最近之前好像都是什么，就是什么什么我不做功课的，然后都在看台，拜托骂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哇，他想要老师骂他那种感觉，我的天哪，对的，我不知道，超怪的。啊，先不管观众那个小雨那边的抖音观众，我来继续。我们的校外第一名，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校外第一名，校外第一名。啊，我们的校外第一名呢，就是最帅的毒舌情人繁星。哇！繁星的理由有。磁性声音呛爆你，然后再把你撩到飞起来，这种好毒舌的暖男怎么能不爱呢？原来是喜欢先苦后甘，哎、欸，观众都好 N 哦，哎、欸，我发现都好 N 哦，对呀、啊，你们怎么都那么 N 啊？是不是觉得无法理解？真的，大家压力都很大。哎，大家好像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被抢啊？奇怪。对啊，你知道吗？我开始能够大概知道为什么我音里面那个某豪会那么多人爱了。为什么多人爱这样子？因为其他都想飞嘛。大概知道为什么了。一天浑身不舒服。我觉得就是投给繁星的有很大一部分票是非常喜欢繁星的反差萌。啊哦对啦，反差、哦、对反差，他们也很喜欢反差。是啊，其实繁星都很凶，可是他就是这样嘛，你是白痴吗？然后帮你把饭做好。哦，你会不会做饭啊？笨死你，饿死算了，来啦，吃蛋包饭啦，我还帮你做。这部分就是我们这次校内与校外的投票啦。辛苦了，感谢辛苦了，谢谢新闻社，谢谢伟大的新闻社。来来来，我要把他们的告白贴给你们。哦、我懂小雨说什么好，好，不知道怎么办哦的感觉。对啊，是不是？有没有懂那个？所以，谢谢大家投票，可是谢了，谢了，是不是我这个谢喽？是不是非常谢喽？谢喽，请他们吃蛋包饭。那反而是以为是哈基之类的。没有、我原本就在想，应该是他寄过反应。对啊，不是我。他逗人家笑、欸，哎，笑很重要、欸，哎。这我最近都很凶哦，我最近都很狠。也不对，最近都不太凶，应该说不够凶。他们真的是凶的啦。完了，你要再钻研一下。凶，看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凶了。哈哈哈哈哈。西瓜嘛，我知道。最近好像听说喜欢开什么骂倒台，是不是？酱油骂倒台就骂人啊，一直狂骂，然后骂观众啊，为什么呀？求骂骂我，对啊，太 end 了吧，我的天哪！不知道，我也想知道为什么。end 的比例真的比 S 还多了，很多超多，很多啊！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啦？对啊，没办法理解吧？我看到一大堆人说我是 S， 然后转头骂我。假的啦，都是假的。喜欢骂人跟我喜欢被骂有什么？没有矛盾吧？没矛盾啊？有冲突的吗？不是，我是说在想这个问卷的时候，我其实大概就有预想到繁星跟小雨大概会上榜。嗯，你是故意的？就是出问卷之前，我都会想一下，大概有。谁会上榜？前面一两次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啊，没弄过啊，后面就想说，大家都上榜过了，那我来找一些有没有其他人会上榜的，什么规律之类的。对，因为什么类型这样啊？对，因为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开那个问卷投稿给大家，可是有一些真的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谁会上榜。嗯哦，对，我就觉得这种就好玩，没有对没有那么那个，就是。就觉得谁上去都没有很意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想挑一下，就是啊，不好换一下，就是谁比较有可能会上这个榜这样。哦，对，看一下啊，谁前面还没上过，或是就是想要可以来有一些话题的，给他个机会吗？不错，对。但因为给他机会，他还是没上，哭。这个就我自己知道就好了。是不是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
没有，我大概这两次问卷才会比较这样子在想而已的。我猜敢讲，我猜这次他一定会上榜，专业怎么没有他？我没他哇，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开赌盘一样啊，怎么没有你？完了，假装没这回事好了。那个我没这次我没想过啦，这次我没有想过，对啊，就突然想到的啦，我没有想过谁会上啦，好笑。那可以去看一下大家各种的告白，花式告白，花式告白可以有花式撩人吗？撩人应该也是有人，有没有什么你是那么的耀眼，是我们实况中的唯一一颗暖心太阳，唯一的明珠之类的。是电力时光，是我听的神话。哇，你是要抽钱？只有我觉得，我来讲一下。讲一下这个是他的第一名选的是杰克，然后他的就是选第一名，他直接写宝贝，我今天头疼去医院，他说我脑子有病，我气得把他揍了一顿，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我不准他说你有病。哇，是有病的。不是这个撩起来我觉得很好笑，这种我不行哎，这种我真的会当场笑出来。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问卷，大家其实真的都很认真的在告白，很多都很有创意。哎，真的。杰克，你怪怪的，你跟我还偷笑吗？你是不是很开心啊？没有，刚刚笑声是我啦，我觉得很好笑。我以为杰克觉得很好笑。对啊，我刚刚那个声音很像杰克吗？就感觉很像杰克在偷笑啊。杰克在偷笑。哎呦。就好笑，然后算了，以后你都帮我偷笑好了。对，那我要故意在不恰当的时候偷笑。我说你偷笑是什么？哦，是杰克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哦，杰克不要乱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很煞风景哎，真乱笑，又笑又笑，你又笑又笑又乱笑。完了，大家都中毒了。你以后就是可以费特杰克就好啦。啊，刚刚其实在笑啦。对啊，是杰克啦。然后我的标题就可以多费特一点。哦，好，对啊，爽赚爽赚，太爽了吧？缺哦缺哦，哎，好累啊，真的好累啊，对啊，笑得累。嗯。感觉可不可以？我们干脆每个人今天想一个，你要入什么社之类的？社团入社团，像我们这有新闻社啦，啊，好像少了，就只有新闻社而已，少了什么其他社之类的？我们学校比较穷吗？你看我是建筑工友啊，建筑工友。那请问建筑工友这学期有什么计划呢？啊，我在盖游乐园。他在盖游乐园。对哦，粉丝的计划。对呀，我现在在盖，我现在在想办法盖矿车。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个羊驼才用得到啊，对不对？用羊驼用不到。羊驼不都死光了吗？还有留一些啊，我看到一些些的样子，应该吧？还是那些也死了。死光了，我已经没看到了，好难过，是吗？好难过，羊驼死光了，难过死了，哦，我真的是难过死了，你知道吗？没关系啊，之后再找新的啦，一点都不难过，哎呦，欧巴路，感谢，感谢猫新会员，欧巴路，哪一国语？欧巴路。其实是突然想看，看什么？突然想看那个，他叫啥？嗯，那只骷髅王吗？对。哦，他名字很长。然后他名字很长，哎。怎么嗡？这个嗡吗？安什么什么什么贡？哎，我想要看那个王什么王，就那个什么什么 on 的那个王，什么什么 on 什么 on on my own， 哈哈哈哈哈哈 ，on my own 吗？听起来不一样。
哎呀，来扩建我们的那个打苦力怕的那个那块地。嗯，有我看到了，所以会在加工，在跪求需要白桦木。那我去种很多的白花木。你是因为天花板是白桦木，所以要用白桦木？就白桦木的地板吗？嗯哼，啊。需要骨头，我家还有。骨头，要超多骨头。对啊，就是种把树赶快种大的话。对啊，我家也、哦、我家也快两箱了，有要的话。哦，好多哦，两箱、啊。没办法、啊，最近在打凋零，每次回去都带着好几组，而且又掠夺。嗯，哇。到附近的那个树林应该会蛮多，就只用野生的砍应该蛮快的、嗯，因为我上一次是野生的在那边砍，其实还算是蛮快的。如果你都有再种回去的话，蛮快乐的，嗯，蛮快乐，我很快乐。太好了，我负责把它弄大，然后你负责砍下来。有弄大，把它弄大，然后把它砍下来。哇，好危险哦！什么东西弄大，然后把它砍下来？哇，树苗，树苗，好的。哦，哦，你们这些人哦，不愧是哈基哦。哈基哦，哈基好可怕哦。你现在为什么把我树苗打掉？没有，我以为他长得，我以为他已经大了嘛。讲什么？还硬要再等你回来再讲一次？他再拉回来一次。你以为结婚吗？并没有。轻轻的觉得恐怖。我刚刚只有看到一瞬间而已。哦。哦、oh? ，XY 力嘛，力轴我不确定是正还是负的，要差很多吧？基因怪，我不确定。刚刚只有闪过一瞬间，这样会不会差很多啊？会啊，差了800个。哇，哇，大平台！哎呦，干嘛？你好多语言哦，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了？你最近是不是去外面外修一些外语啊？外语第二语言。我去外面修了这么多年，就为了今天可以用啊。哦，妈咪被咪哄那个吗？那是魔法世界的语言。最近不是终于就是又开放内用了吗？哎、对啊，然后上礼拜就去吃火锅哦，火锅真的是在店里还比较好吃，没有，因为它那个不用洗东西差很多。对啊，然后我们那天就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店员，很特别，就吃那种火锅店，他们不是要帮你点餐什么，都会直接就走过来，然后不好意思要点餐吗？什么，就一般这样子。嗯、然后那间店的就是。火锅店他有那个补汤的，他是有服务员会过来说要不要加汤，然后那个服务员神出鬼没，神出鬼没是怎样？不是因为突然店员过来说会，他会先讲话、啊、或是什么之类，然后我们就、那天就是我跟白在聊天，然后聊一聊，就旁边突然出现一个神，要不要加汤？他就是那个让你有一种你躲在这里那种感觉。哎，要加汤就太好笑了。哎，那有没有打 pass 给你？他们这样，是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他就有一种怎么原来我旁边突然站了一个店员那种感觉。哇，那小心伸懒腰打到他、欸。旁边啊，好恐怖、哦。他就一直拿着那个汤壶，这样吃不太对，要不要加汤？这样是不是压力很大吗？我觉得压力超大，压力很大。对啊，就有时候聊天聊一聊，然后突然旁边出现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加汤了，没有聊一聊，然后突然就他在旁边，啊，没事了，不用放弃我，没事没事。再有人，他在那边笑有没有？不要管我，不要管我，等下走掉。没事，你们继续聊，你们继续聊。我只是笑一下而已，没事。可怕哦。然后使唤你，哎、欸，肉熟了啦，熟了啦，熟了啦。
太鸡婆了吧，这个夹层太熟了，不好吃了啦，好困扰、啊，行啦、啊，啊，没事没事没事，没有都走了哦，走过，哎、欸，你不是这样跟你说，你好，我是服务员，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的肉太熟了，没有，你知道像现在不是很多那个服务都标榜说会帮你烤嘛、嗯，就不需要动、嗯，可是其实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种模式，嗯，可以请他们来剥虾。剥虾我欢迎，剥虾好哎，没有剥虾欢迎哦。但是就是烤肉，我真的觉得就，我觉得还是自己烤比较，就是要那个乐趣嘛，比较有 feel 吗？我是觉得，就店员如果在一直站在那边的话，我很难跟就是一起吃饭的人聊天。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感觉。一模一样，就是感觉就很像你去上 KTV， 然后那个 KTV 的人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我觉得唱不下去的感觉一样。哦，我会照唱哎，我之后就是管他，要继续唱。是啊，可是很尴尬哎。然后大家还有很大声说，所以你们等一下是谁要付款？这样子啊，是要收钱要结账了哦。然后里面的想一想都觉得好奇怪的话，好困扰，直接走到那个机器人暂停。超白目。反正那时候是观众点歌啊，想说又卡掉，觉得好怪啊，继续唱下去。其实我很好奇哎、欸，你去吃火锅，你们是坐一起吗？当然坐一起啊，没办法吧？不行吧？啊、你是说这一期？你说现在吗？隔一桌吧。嗯，我看有些是梅花座啊，对，有些是就单纯啊。我跟你讲，这个呢，我就有研究了啦，嘿，就是你要看你每一个区域不一样啦，看。可是我记得现在比较多的应该就是梅花座，或者是你有隔板的话就可以坐。嗯，对，你没有隔，你的餐厅没隔板的话，就是要梅花座，然后隔那个座位还要隔很远。嗯，梅花座是怎样啊？按穿插。对啊，隔一个，隔一个这样。嗯没有没有，现在很多地方不是梅花座加隔板哦，是货。哦，是货，其中一个是货了。对，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哦、对，现在有现在其他县市我不确定，但是我确定的是新北市一定是货。哦，我为此研究超久。你也为此而来。我为此而来。为此而来。没错。我避免被罚款啊。真的哎、欸，那个很痛哎、欸，那个罚下去真的很痛，很恐怖哎、欸。很痛哎、欸。很痛，太痛了，荷包超痛的，哇，已经够痛了，不要再痛了，你知道吗？就是发个几次就要长蟑螂了。对呀、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吃的时候，它是隔就是一个位置嘛，然后它是隔就是对角，嗯，一个桌子只能坐对角，然后全部用隔板然后封死，嗯，就变成你吃饭只有一个么字形。你也看不到对面有谁，看不到隔壁有谁，看不到斜对面有谁。然后那时候我在吃，啊、对我就看到有一对情侣比较那个，对，比较谨慎的做法。要按，嗯。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对情侣走进来，然后那个人员就把他带过来。那时候人员桌，这个是那个人员，不是一只猩猩走过来吗？哎、欸，我以为第一个反应的是哈基会先 Q 哎、欸。我本來以为哈基第一个会 Q 好哎、欸，就没有，我也没有意识到。然后他一个服务员就说：“不好意思哦，虽然不是情侣，但要请你们分开喽。”要拆散你们喽？拆散你们？他直接这样讲哎、欸，然后我就去看，哇塞！然后之后那个情侣就走出去，就说：“那我们不要吃了，就是出去了。”加麦酱，加麦酱啊，嗯，麻烦的。刚口水喷好多，口水。对啊，刚讲人员呐、啊，人员。好好好。哎，是哎，刚有人是之前有人说要找废矿吗？谁？对，但是我好像不用了，我铁轨用完了。不用啊。对。又好了。嗯。刚好找到废矿。你可以多带一些蜘蛛网回来。蜘蛛网，好啊好啊。还是我等下去找你。好啊。我在挖金跟铁。你、要铁轨的话，现在那个铁轨 bug 还有吗？还有啊，还有，但是我怕会不会那个累格？那就是连三不是吗？对吧、啊？还好啊，可以开关掉了。哦，好啊。嗯，开魔装喽。
欸、对，我上礼拜就一直想要磨磨这把刀。磨起来，磨起来。磨。哇，我觉得书本的增加好有感啊。嗯嗯，蛮好掉的。有人要攻击的数吗？我那边蛮多的。70%对吧？70%、30%都有、嗯、哦，都蛮多的、嗯。这个看一下，我很攻击哦，很攻击哦。四条攻击的开魔，看一下啊，魔啊，哦，魔出什么东西？我快看不出来了。要先截图，杀毁你哦！你是底下的趴数变多吗？对，我的攻击爆表，好哦，832226哎，他超过180哎，好扯啊！看一下他的趴数是、哦，攻击是变成130%的，强度增加成130%，然后100，然后地跑速是增加120的。160哦，全部都是破百的数值哎、欸，哇，一平月，很强哎，就他甩出来的数值都是全部破的，嗯，破的，破破破，很烂哎、欸，很破，很破，自身属性，攻击力92了，哇塞，好猛哦，92哎，攻击94。哇、wow, 好扯哦，神装啊，神装鞋子，现在最攻击最高应该的是音乐了，音乐了，嗯，对，要组队打他啦，组队打他，打不过打不过打不过，错药水了，加伤害多少，就92伤吧，他上面显示的就是多少点数的伤害，就是打怪是多少吧，我改个东西让大家可以至少可以看，因为我发现我、哦、你们看那个看数值啊，那个属性那个东西是，诶、哦欸、我自己去算的，帮你算的。哦哈、嗯，有个方法可以直接看你现在真正的攻击力。哦哦，好哦，好哦，好哦，我想去找东西试刀了，我想试刀。你的刀已经饥渴难耐了吗？我想要试看看他现在变多强。哇，太早把那个副本打完了，不然就可以去副本试刀了。对。哦 ，feedback 103，恭喜103破百了。哦太猛了。哎，要打自己打定，指定自己才看得到。哦。玩家头。啊，换成自己的 ID 就可以了吧？对，知道怎么复制？知道怎么复制？对，HTTP 然后 tab，tab， 然后 F 一双 ，ATT 就是就会出现那个东西可以打，然后打自己的名字，然后后面再就是看你要打，看你要查什么属性。哦，有哎、欸，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get 就好了。86。哎，没有、哦，可以再听哦。等一下，103。哦，所以杰克也100多。对啊。好扯哦。Damage。因为他去然后玩这是同一款游戏嘛，9.04。你要拿武器哦。我刚好拿武器嘛 ，OK。你要拿武器，不要拿一个、就是。你空手就好了嘛。好的，23。23就基本上可以秒怪了、啊，还行啊。对呀、啊，百零四。哦，我是103.94。这两点就哦，杰克更痛哎、欸。哦，会吸就是。我快挂了，我不小心打了一个大平台。哎，我要打 get 哦。对 ，get 62.99999999，这干嘛？哎呀，就出不进那种。嗯哼。哦，23.9哎，那你们可以看你们的跑速啦、幸运啦、啊，都可以这样出查。幸运哦，我看一下好了。
啊，钓鱼的幸运也是会算在里面吗？对啊。好诶、欸。这是真实直接麦克帮你算的，这不是我自己那个的。那我可以钓个鱼起来，那个幸运然后直接算上去吗？钓鱼起来之后加幸运，可以啊。对啊。那是加幸运效果，它会直接算上去。幸运是超过一就。对，原本是零，然后一就是开始有变化。那、啊、如果是100%的嘞，是要到二吗？还是？就是你可能原本钓鱼几率它是这样子的，假设你钓的鱼可能是80%，然后保障是10%，然后你每幸运加一的时候，它就是，原本鱼80%变可能减五，五乘以这个等级这样子变75%，然后保障加二，就可能就是变12%。哦，每等级上去这样子去算的。哦。幸运39是什么鬼？我再盯一下。不是啊，我没有钓鱼钓起来是 0.7 啊，啊钓鱼起来的那个幸运 buff 是 3.9 啊。哦。对啊，我刚是想问这个啊，白痴哦，我衣服没穿，抱歉。那应该更大。哦，这个网址点你们可以直接点。这个里面有写那个钓鱼的几率。哦。是。啊！我要找喜能石，喜能石，喜能石，想把头盔洗更好一点。我有幸运变3.5，三点五，我帮你算，就是等于说是像他那个钓鱼原本85，就是3.5乘以负五，3.5乘以，哎，我怎么变乘变 P 六？哎，等一下，3.5，哪里出差错了？哪里怪怪的？哦，17.5，所以你钓鱼几率钓起来的鱼只剩67%，然后你的保障呢就变成了10%，因为5%变10%。哦，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小雨一直钓到鹦鹉螺，可那个几率是怎么算的？夸张哎，那个没有幸运，好像都。接近100%、欸，没有到那么多的，超扯，100%太多。魔是用锻造台吗？一样那个潜能，用石头的那一个，潜能石的那一个，潜能。我要去看，我哪一把？我要去看。不是，我不知道我现在用哪一个啊？掠夺的？啊，看不到，啊，看不到。安内吗？对，这样子好，截个图。哎、欸，附魔那个掠夺酒。我贴，轻松搞笑，我贴一下。贴。好了，来，不准。哦哦。啊？要什么？不知道。随机增加潜能跟数值。整体数值是不是提升了？耐久变5了。就这样而已。没了，还是哎、欸，那是耐久变5吗？还是耐久变3吗？我耐久变5啊，不死5，掠夺7，锋利10，耐久5。你下面的那一些攻击力数值有变吗？我好像有变，原本你上面、没有啊，它顺序位置变了而已。就只有这样子吗？顺序变了这样子。只有我觉得是。就是刚刚可能你没有先重置这个键哦哦，我觉得是有吧，因为你现在是因为我之前就有增加，因为我之前就有重置过了哎、欸，没有任何变化呢？有、哦、没关系变化吗？大家没有，看起来没变化，这个能补偿吗？这没办法啦，这个哦，你放我给你，yeah， 弄好哩。我复制一份，然后你先拿走，我再找实验。好了吗？好，你拿走吧。我来试验看。好，我要看，我要看你试试看。我试试看。我肯定要找一下指令了，这个有点久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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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用啊，没关系啊，你先用啊，没关系啊，我凋零打了。你先用啊，你先用啊。我刚打了一个小时，休息一下、啊，等你啊。我等啊，我就等。哎、欸，对啊，如果你们做服务业，跟客人讲说没关系，你们可以出去逛一下，他们硬要等，你们会怎样？那就让他们等啊。哦、等啊，等啊，等啊，哄出
发轰出去吗？滚啊这样啊，就是压力很大哎、欸。之前就有遇到有一个，之前就遇到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咖啡厅那个时候还可以内用的时候啊，就是遇到有一个就是那时候已经客满。然后就说哦，他登记后位哦，可能要等，就因为我们那边有说要九十分钟嘛，就是如果客满的话，所以你可能要等九十分钟后哦。然后呢，就是看你要不要，就是，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我们在外面站着等一下。我就说，我就想说，你认真吗？你要站九十分钟哎、欸。然后就他就真的在那边站九十分钟。他可能很习惯上课被罚站吧。他就真的在那边上课被罚站。他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家庭四改五个人就站在外面哎、欸，就在外面等哎、欸啊。那你下次叫号就说大熊轮到你咯。我就觉得天哪，脚不会酸吗？好强哦，超猛的哎，好猛！那他们吃到有洗洁器吗？终于等了四十分钟，等的这么久。那个波波的建福盒是不是回来了？啊，有吗？我们看他还在这里耶。我不知道，因为楼上的哎有楼上有爆的声音哎，砰砰砰，楼上一直有砰砰砰砰，真的假的？对，我拍我们之前的画面给你看，超好笑的。我刚刚想说，我手一直有啵啵啵的声音。我们的天堂这边有一直爆炸声。我要去看，我要去看。那你们看我贴在轻松高校的照片啊，他卡在那边，然后攻击你们，然后是把这个传回来哦。把球传回去了。他只传球球而已。对。他坐在船上，然后他没有办法被传回去。帕洲球。哦、船刚刚卡在底下，没有啊侦测到、哦。对。可是我没办法打那个船，因为我不知道船在哪里，我一定要一拳把它锤。他、啊、如果倒水嘞？倒水有用，试试看，我不知道，没倒过。倒水只是推船吧？对啊，这样把它推三下一点啊。哦，看看嘛。看看。我刚刚想说，东西啵啵啵啵啵，就他一直把他的那个球球传回去。哇，这个好酷啊！居然是这样子，怎么会有啵啵啵？我想说，这是什么时候新增的新东西吗？是新特效，太可爱了吧！话说繁星有要过来吗？我想回去了。啊、对耶，对不起，我忘了你。你放下了，你知道我三颗星苦苦挣扎到下一颗饭，我躲在角落。那你还要吗？我等下补偿你一颗回复药水二。这么好，可以哈。我可以回去补。不一趟，你再过来，救命啊！啊，你他吃一颗饭，等，你再等一下，你再等一下。怎么了？需要去？我躲起来了。刚刚这里有个超级大平台，你等下往前走过去，转弯有个超级大平台，超多怪。好，过去了。哪里？滴滴啪啦碰。左转右转。我看一下啊、哦，应该是这边吧。好了，繁星好了。好，我又回去了。再磨一次。啊，没有怪啊。再过去一点。有人在家吗？没有怪啊。真的吗？哦，现在应该不会一拳把他打爆吧。这一把吗？对，见的吗？给我这一把吗？旧的给我，那旧的给我。好呗，我可以二选一吗？没有啦，没有，没有，这把比较好。我这把比较好，这把比较好。谢谢。社交魔下去是潜能双倍吗？30%攻击，32%攻击，2.6攻击。啊，这是破百趴了。哇，这么爽！我们在家。哎，搞到，哎，怪都不见了。没有怪啊，一只怪都没有、啊。我刚被逼到角落，结果你现在他们全跑了。啊，咋骗人？他想骗你过去。哦。不是我，是那些怪，他们刚刚还闹阿兄来。闹阿兄，闹阿兄。啊，这想是不是见这样就好了、啊？所以，那这样，酱油你要传回来吗？啊，好，可以等我一下吗？好，你要说不好，谢谢大哥。我说没有怪啊，奇怪，我刚被五六只攻守围殴呢，转眼都没了。大哥处理掉了，大哥威武，我虽然没看到，没看到半个人，感受到隐约的灵压，快逃。四刀的来了，快跑！快走啊！四刀的来了，是很危险啦。他想要乱切东西，我想要切东西，给我切！先暂时声音好了，等大哥走了，我们再出现。等那个菜皮巴来了，我们再回来。好，快补满了，快补满了。
你我这么久不是一瞬间就好了吗？有吗？你他不是上个半头部吗？你是没有啦，天堂那边去天堂那里，不是家里啦。哦，你都没有在玩。哦，来来来来来，你过来，你 TP 我 TP 我，带你。还是你在那边呢？你看你在哪？你上来上来上来，来这边。有没有满了？瞬间满了，对不对？而且我都在楼下等到写满，然后我才过来。有有有有有。我想说，不是一瞬间就好了。谢谢大哥。那我要传过去，没救吗？还是这个？你可以过来看一看。哦、我等下好啊，我过去看看。这个手机们越卡越多东西了。哇，那怎么办啊？哦，所以船太肥啊，好像白痴哦。钻戒那个中介下面是机眼卡住了，然后机眼，然后所以你也打不到那个船了。没事了。哇，那你们这样怎么办？好热闹、哦！先脱妆再摸他。可是这个打他会死掉、欸。我已经脱妆了，我也没办法、啊。船就回来吗？我这啊，算了不行。聊他了。哦，你站上去了。他坐在船上，可以啊，可以站在他头上啊。可是打不到船。这船已经整个掉到下面去了、啊。嗯。哇，拉了这么久，嗯、这个也算是这个游戏我们。第一次知道的东西，第一次知道的知识吗？原门的底下的东西，船可以到门的底下，然后打不到他。对、欸，他绿了，他绿很久了，他绿很久了。哇，活塞可以往下推吗？射箭怕把他射死啊！对啊，也推不动机眼，推不动机眼、啊。可是用 TNT 炸，有的时候用 TNT 炸，会炸到他，把他炸死啊！谢喽，炸死他，直接太棒了。那我还不如一拳打死他。我要不要死也是我亲手了结他的性命，有没有？对、啊，是这种感觉。怎么办？哦，你说利用爆炸的那个冲击波，如果真的要，你要隔对啊，啊，用滞留恢复，然后再炸他嘞。可是自流恢复没有回那么多吧？你要亮一堆，然后回他。对啊，他一瞬间死掉。哦，对耶，要让他没知觉。啊，冲回去了，我的活塞。完全，你的活塞没了。你说直接把他往下推吗？他想要试试看，想看看呢、啊，往下挤嘞。啊，所以是我们船可以到那个中间下。哦，哎、欸，动了，欸、你勾到他嘞，勾到了，你好不好？动完了，回来。哈哈哈哈哈！勾到船把他拉起来呢？这样用弓箭能不能射到船？就是会，他很怕射到他。对啊，你怕射到他？怕射到他。他在动。好啦，弓箭应该不会一箭高一点。来来来，应该不会一箭就死。哦，天！大师哎！可是拉起来之后呢？然后对啊，然后他要怎么回去是个点。等一下，我先把他丢一罐回血。对啊，拉起来之后呢？他如果被他如果中介介福棒本身被活塞推的话，他会瞬移吗？应该会，不知道。他会粘在他的那个方块上面，就是他屁股粘着的那个方块，跟着那个方块的。那要么就是你们要在这边就是弄一个方块粘上去，然后让他推方块下去这样嘛？可是这样好像也没办法哈。对啊，很。所以现在先把虫打掉吗？可是怕他乱飞啊，他会乱瞬移。他就不知道顺去哪里。他是受伤才顺，不是吗？近一点，然后放一个方块，让他可以附着。火把的位置放一个方块之类的。火把的地方。那他也要刚好附在上面嘞，就是要。对啊，太多地方。对吧、啊？欢呼完啊，然后嘞。然后呢？然后呢？对。把他拉出来，然后呢？啊，要下去了！又再下去了！又下去了！差一点点，哎、欸，这打掉的话，它直接下去吗？这样的话，它会往下掉吗？你要是承担这个风险吗？反正船还在，赶快抓嘛！最惨就跟刚刚一样。哦，是啦，对啊，就回到原点。对啊，嗯，我说现在再把它推下去一次吗？还是对啊，再推一次看看啊。大周球，我们就交给你們。我以为是船要打掉。你们运最久的，你们亲自动手吧，我们在旁边看就好了。那我要敲船喽，我要敲喽。
好，下一招，下一招。哦，哎哎，攻不了，攻不了，就再让他再让他做，然后多尝试。哎哎，你们都进去台上，怎么跟我台上？哦，哎呀，装修装修，知道知道知道，大家多尝试看看，至少对啊，那火把拆掉吧。他打到自己，他打到自己，没事没事。旁边先放水，让他没地方可以顺呢。对啊，我是周围先放水吗？对啊，我没那么多水。嗯，我有两，我有两罐，我有。我好像赢。我有四角，四角放一下吧。我这里有。抱歉，抱歉，抱歉，我还钓鱼，我钓到你。飞高高。还是会下去吗？啊，我冒险模式，抱歉。所以这边也要放吗？哇，水乐园，水乐园。哎，原来这样船荡下去，它并不会船回去哦。对啊，对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欸。我原本也想说，没有，最好像是船开下去的时候，波波载着他，然后波波回去了，他没有回去。他没回去。还是我只能让船自己下去嘞，让船飘进去。你说用船把它啊进去了？哦，进去了，一样，不行不行，一样啊，再拉起来吧。我还要再把它勾出来。啊，捞水捞水。对，水水稍微。我捞回来了，先变无限水源了，就是拿方块先赌啊，对啊，先赌的，又要掉起来，掉起来，旁边是卡着哎、欸，继续真难，真的，但是掉这个已经掉三级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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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不血了，我不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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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了，完了，那卡住了，那卡死了，还有奇怪地方。我会摔在那种鬼地方啊！变成一颗球球了，波波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波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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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跟小雨都很难过。哈，再不回家的姐夫，他怎么陷入记忆？那他怎么会？那是船呐。但是国外人家是怎么把它运回来？我是我就是用矿车哎、欸，主世界吗？哎、欸，如果是有然后去大地狱的，那怎么？你知道他刚刚在中介这里就自己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一直打成四只吗？哦，你这是在那边复制他哦，这样子哦，就是他我们要载他，然后他一直打到自己啊，然后他好强哦，哇、哦，他你好强哦。我要当封面图了，谢谢。怎么传回去啊？我坐在船上。欸、对啊，可是波波刚刚有传回去哎、欸。对啊，可是波波不是回去了。哎，我不知道哎、欸。还是波波刚是起来。他可能刚好起来吧。我起来啊。哦，你有起来吗？我是起来然后才回去的。我坐在船上的话回不去。对啊，那要怎么那个、啊？这样怎么运回去啊？对，他在船上的话不算实体方块、哦。等一下，不算。本团，你开到边边、欸。我开到边边。你会被夹吗？卡到那一格吗？进不去了。卡这凸出来的这一格吗？他过不去了。我现在只能这样而已。我没办法挤过去。因为我想说，你的船凸出来一点点，看能不能打到他，把他敲啊，船敲掉。我的船有现在有露出来吧？有露出一点点，一个小角。他没有办法跟那个小品解谜一样哎、欸，就是那个长缝缝里面，然后可以开那个矿漏斗，漏斗矿车。对哦、嗯、哦，那好久。他上次用矿车在。哎、欸、哎、欸，有可能哦。等一下，那个、欸、我回去哦，拜。我去拿矿车，我有矿车啊，我回去拿。对啊，如果是矿车，你说国外那影片是用矿车啊？那你带船都一起走了。船呢？他直接走了。没了呢？还是船现在那里面啊？完了，那个门是不是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他睡走了。船不见了哦！那原本这里应该有一格是船漏出来的位置，不见了啊，这样就消失了啦。哦，这个太困难了。哎、欸，那船有点强哎、欸，所以我每次都喜欢带船在身上啊。对啊，哎、欸，我来那个啦，试试看矿车坐上去会不会那个。来来来，我有啊，我有，我现在在游乐园呐，哈哈。对哦，对，断轨测试员，你下去了。啊，你下去了，下去了，一样啊，跟船一样。哇，那怎么办？那到底要怎么办？那影片骗人。我看影片是2017的，还有2019年。那有他有了，
我刚刚那他是什么看到是这样？对呀、啊。那那个你看到那个影片，它是有我没点进去看，我只有就是看到那会不会啊？会不会是他进门的方式是什么？就要看、啊、看他进门的方式是怎樣。我在想他会不会搞到最后，他其实是哦被骗人的，其实他在地狱直接用接福棒的神快打。他好像说要压制、欸，要把旁边都铺半砖，半砖对不对？传不到，然后直接传到那里了。哦，那个好累、哦，只能传到中间的那个麻烦机。哦，那中间按钮哦，这样很累耶，就等于跟中介的那个，哎、欸、哎、欸，你们要不要传回来看？好好笑，跟地狱一样。家里吗？我去看，我回去看，我去看。那在哪边看？奶在你家吗？天堂吗？没有没有，天堂天堂。好，就看一下。天堂下不去。好、哦，下来下去。这越来越混乱了，是怎样？是我的财产啊！哎呦喂！哎呦，在中介可以扔垃圾喽！用活塞把它推出去，没有，刚刚就试过类似的啊。可是主要是在船，就所以真的是跟你们讲的一样，直接卡进去就真的没有。要跟你们讲一样嘛，升怪压制。嗯，要压制。哦，有人看到了，是不是、啊？没有啦，就感觉上。对啊，有人说要就是旁边十五个，然后压制这样。就是让他没有地方传，他只能传到那个，应该说那个传送方块是一个方块，嗯就是我们传回去的那个，然后让他传到上面，然后再用活塞推他的样子。好辛苦哦！哎、欸，老师，你要想一件事情，我们传回家之后，他会在天堂哦。对耶，我们是冒险模式，对他下不来，对呀、啊，不会传生物啊。天堂，我在那个好不好？再帮忙到天堂那边哦，好。可以让他转身吗？ Oh. 就是我们吧，回到天堂。然后变一颗蛋，可以给我们一个，就是他的转身蛋吗？转身蛋，转身在中间那边再继续尝试，这样子比较快啦，就是直接用个蛋比较快。你波波也，你不是也拉了两三次了吗？三次啊，三次，好累啊。哎、欸，没有，他只要求我们把他带回主世界命名就好了，所以我们只要带回来就好了。主世界命名哦，不能是命名啊，反正就是，哎、欸，好像这件事情要再命名，可以的，都可以了，这可以再回来再命名就可以回来再命名一次就好了。好，我要再去酿药水哦。这个512颗呢，哦，才512哦，还哇，还512，但是不要了，他快气死了，波波快气死了，我快气死了，我帮你补到640好不好？640，六百四，拉了三级啊。四级超麻烦，一个月还有铺那个，就是一个月的大计划、欸。四级，他把他这个月的买彩票的钱都赔下去了。真的，他都没钱买彩票，是一个长期投资哎、欸，我的天哪！好了，我今天已经没钱买彩票了。说来啦，我帮你呢。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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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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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接受施舍，不接受施舍，这是你的辛苦的钱呐、啊！不用不用不用，辛苦钱，你很辛苦啊！没有不用，先不用，没关系，快点拿啦！你给小雨，因为小雨赔我最多，那是我自己要做的。啊啊、我之前有中奖啊，我有钱买啊，我也有中奖啊！我过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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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我要叫了哦！你是我要叫了！不想拿红包的妈妈是不是不要的？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不要！没有没有，那个波波你不要，那影月可以给我吗？我缺钱，你没有辛苦啊！我缺钱，我也没办法买满彩票。啊、他跟你讲说，他跟你讲说你那个盖游乐园很辛苦，真棒。你不要钱，我来了，好不好？我来。换我来。我笑。坏掉真的。干嘛？现在要去哪里赚经验值啊？安德塔。安德塔没有怪哎、欸，哦对，你们在那边，那你去下面打怪啊，钓鱼。没有没有，那我换地方挖。你去钓鱼，钓鱼还不错啊，反正鱼儿无。因为我的脑袋要爆了。哦、你的脑袋要爆了，你的线子快没了吗？上次打完怪之后，我那个脑袋就现在是红色的。脑袋上。
头盔啊，头盔，头盔，头盔啦，头盔快爆掉了，好的，头盔，好的，是脑袋没错，脑袋，脑袋红的，这是过敏吗？过敏，为什么是过敏？过敏，随机传送哦，好，传呐，传呐，然后传过去，总是那边是。成功用耐久三到耐久四。三四三四三四哎，杰克真的85%哎，还可以这样三四三四三四哎，真莫名其妙哎，真的。哎呦啊！要来磨吗？我在想这东西要磨了吗？磨了啦，磨了，哪次不磨？磨了，那你在磨啦？在犹豫的时候，其实就有答案了，磨吧。对啊，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就代表你其实是想磨。我是想磨的没错啊，但是就觉得好像他的不磨好像又不太够的感觉，还想更高是不是？我跟你讲，人有时候不能太贪，要买一件装哦，你就磨下去了，你知道吗？对啊，对啊，是我就磨了啦。对啊，是我就磨，可惜我没有那个东西可以磨啊，好可惜。哎，真的，我连买彩票的钱都不够啊。好了，磨了，磨了，好，我出什么吧？去吧，没中。然后狼狈来考啊！上次确认过，还要重新再确认一次，因为位置都不一样哎、欸。这是繁星的吗？是我的，你等我一下、喔。你那个加18是怎样？我加18哦，加血量啊！哦，这个哦。对啊。怎么了吗？过6张38哦。对啊。好扯啊！哦。哎妈！怎么了吗？很猛 啊！你上个礼拜没来，上个礼拜哈基也说很好冲，我是上礼拜冲这件裤子。哦，对啦，上礼拜哈基是欧王啊，对他超欧的，他说这次彩券会不会是他？他定啊，什么东东的？啊、对他挖超多，他挖一直三个炸一个，然后旁边又炸开，然后又三个，超对啊，然后冲疯狂中啊！这一件你这翅膀更恐怖吧？然后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刚刚也在前面几秒还在冲，然后几乎都没过。翅膀也很夸张哎，这翅膀很久以前的翅膀了，嗯，是绝版的那一种啊，对，绝版翅膀，然后他还嫌翅膀烂掉了。他就那个啊，冲卷冲烂啦。没有，你不能这样想。来啦，磨啦，磨，磨到啥？磨出了啥？磨到啥？多一排攻击吗？没有、欸，没有攻击，没有变，没变。就点一下，点一下没有。啊，你尖刺变成3了。哇！尖刺3，你从尖刺1变到3。啊，可是我想要的是就是附魔全部在 up， 有没有算了。哦，是呀，我要再来磨一个头盔了，磨了磨了，磨亮亮，放上去之前先点一下它重置，然后你再那个，对，好，该磨了，磨，等一下，我还没买魔石，我要买魔石。左边，这点魔石多少颗啊？两颗头，对，两颗头，脑袋。我真的是第一次磨完，之后我就忘，就没磨过了，我忘记了。你看这个头盔，我就没有东西可以磨，保护六哎。好，哎呀，磨，开磨，看一下哈。他只过2张就好难过，要拍照。没关系，我血量已经快要4排满了，我已经觉得血很多了。磨出了水中呼吸4，哎呦，水中呼吸4，清水性2，附魔提升好烂哦！哇，你很棒哎，你的肺活量更大了哎，我可以潜更久了。对啊。肺活力，没潜多久，再扣一个气泡。杰克，走吧。啊，这潜多久扣一个气泡？
我的计时消遣多久扣一个气泡好啊？看差多少的，差多少？还行，五秒钟扣一个气泡，还行吧？哇，五到六秒，然后再加上你有四排血量，哇哦！哇哦哇哦，完美！没有氧气可以咬自己一块肉。因为你可以试试看，你目标是冲到你的血量就是直接挡住麦块的三分之一的话，你是说幸运方块那一种东西吗？太难了吧，那个很困扰，而且它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爱心会叠起来、欸、太难了啦，感觉不知道做不做得到，感觉有点难。你把你的装备全部加生命可以试看看，太困难，我觉得有机会啦。可是我觉得真的做出来了，你只会觉得很讨厌而已。讨厌，如果尝试线，对吧？肯定是重尝试线。这个也冲个卷好了。三条攻击要不要洗个四条嘞？洗啊！洗啊！对不起，我不该问的，我不该问的。你是不是想要洗洗了？没有没有，洗了啦。当你问的时候，就是你想要了。没错呀、啊，没有，那就洗吧。是我就洗了啦，是我没有而已啦。这边，这边是没有人会帮你踩刹车的。你要我觉得我不该洗吗？只有我这么把你刹车拔掉的人而已。我觉得。只要你觉得，只要你觉得，只要你觉得，你就是想要冲。你好恐怖哦！千万不要问实况组要不要干嘛。我要不要吃宵夜啊？哎呦喂！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天堂会被咬？啊？天堂又被咬？会被咬不是吗？会啊！哦、真的啊、哦？被咬。好喂。天堂被咬。就是被页面咬啊，可以刷光碟了。哦，现在头上是开的，不是？现在是开的。太好了，刷光碟喽。怎么了？怎么就这样滑进去了？你怎么进去了？你怎么就开始了？开始啊！我傻眼。有人偷拆光碟是不是？没有，他没有开到光碟就进去了。啊，酱，你做了什么事情？完全没按呢、欸。我刚刚站在这范围内，我要打副本啊，然后就是我按下去的瞬间，杰克跑进来，他就进去了。我只想要看一下，然后这可以补啊？他还没打可以补吗？我这个完全不打。我刚刚也愣一下，我想说，哎、欸，奇怪，怎么我还在这啊？就当打卷呢。对，今天就当打卷吧。对啊。也只能当打卷呢，享受一下一只的感觉，真的是一下一只，把他们当酱油。哎、欸，我刚刚看我旁边没有人、哦、没有，你知道吗？而且杰克站得比你还近哦，他先站到的。我刚刚就站在这啊，我想说，我要进去，我要按的，然后就看到杰克突然间就进去了。而且你刚刚也没有说你要打了。我想说没有人，狗妹，你看，不要你想说。哎呀，我的错。不要你觉得。我的错。你下次就说，你们觉得我要打副本吗？只有我觉得。只有我觉得。好烦躁，烦躁。哎，可是。讲到这个，其实最近好像稍微好一点呢、欸。就是我去看了各种留言，其实这时候这个留言的情形越来越少，又比较少、嗯，比较好、啊，是真的好很多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在那边揶揄这个的关系，应该是。可是五二一还是蛮多的，五二一还是很多，对。哎呦，对呀、啊，一样，五二一还是很多，错魔幻化的僵尸改成味道四。
繁星，你先自己打吧。我知道，我上次也自己打，没事啦。那、欸、上次尾鱼好吃吗？什么尾鱼？他是玩手游哎。他明明就没有在吃尾鱼，然后一直跟我说尾鱼好吃吗？到底什么尾鱼？我上次也很懵，什么尾鱼？你有一次不是说朋友送尾鱼给你吃吗？没有，他是买的哦哦，买黑尾鱼哦，便宜的尾鱼啦。对对对，说今年的价钱比较便宜，爽了爽了。对，然后说那时候你请假是在吃尾鱼，没有，不是我请假，太多吃不完，所以你那次请假吃了多少啊？对，不要常吃呢，可能会有什么寄生虫，不要吃太多。对啊，对，都是要注意哦。哦，是啊，不是吃生的那就还好啦，还行啦，可以啦，煮熟就没事。我不敢吃生的、啊。哦，对耶，你好像有说过，你好像不太，我不太敢吃生、哦，所以你是吃尾鱼罐头。那要洗肾了哦，很咸哦，好可怕、哦，太咸了哟。对耶，我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现在如果假设还要再去找热带鱼，要靠自己钓出来？热带鱼一钓比较快啦。对啊，自己钓什么意思？钓热带鱼啊，就是你要热带鱼桶的话，你也可能啊。可是热带鱼桶不能钓出来啊。没有，你钓热带鱼出钓鱼钓出有机会钓热带鱼不是吗？哦哦哦，你说活的、那個，然后你再自己捞，对吧、啊哦？可以啊，可以啊，这样我们就要那个。你要活的，我看上次好像钓到一只，我就。我要 hand， 我刚全部丢掉了。哎呀、嗯哦，这里还有一只啊，对啊，这里还有一只啊。池子你在喂那个吗？蝾螈啊？没有，我是要我的云霄飞车中间会晃晃，会晃有一段要放热带鱼。哈、哦，好可怜哦。脸呢、啊？这算虐鱼吗？没有，他们只是刚好经过，刚好经过哎、欸，矿车经过而已。那这里在池子里面，池子里面有。那你要不要放河豚呢、啊啊欸？好危险哦、喔！好危险哦、喔！有几率会有被河豚扎到，会被河豚吃到。那、哦、好像蛮赞的哦。我来去捞鱼好了，反正我现在装备充完了，突然觉得自己没事了。满等了，没事干了。现在用更高的顶标啊，突破100，现在150啊，对不对？哦、好难哦！我现在装备其实都不加蛮多攻击的，好难哦。你现在就像是250封给你看，我们一群菜鸡。我现在已经是300了，不好意思，300了，不是270了。还有改了、哦，275已经是过去式了。真的假的？已经300了。我只知道这次没放好看。300哦，风之谷，风之谷啊，现在300了。我想说是买快了。没有，卖快你要几千几万等是都没关系啊，好像还是有个上限值的，但是就是非常的高，就三万多吧，哦三万多，三万七千几吧，我记得那时候，天，我要去找热带海洋，耶、yeah ，出去玩玩，船上啦。好，现在几个人在外面啊？我在外面，三个在外面，我在外面。啊，好，撑得住吗？不行的话，我就没事没事没事，看看怪会不会出事我，我得会大叫。他，你有味道是你不会出事吗？哦，你在打副本哦，那我要跑快一点，我图要跑快一点。我在旁边，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然后开翘翅。对，可以用翘翅，好主意耶！我刚刚跑的，飞起来。你知道我干爹妈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最那个的状况是，有人用那个下雨天的时候用波涛在那边刨土哦，刨超快，哦、也很快，波涛加翘翅超快啊！对，它超快的。可是这样是看得到土是什么吗？它会卡，瞬间就过去了。它还是会卡在那个空中一段時間，就是卡一下，然后等跑完之后继续往前冲。对啊，哦，那很快，哦、欸，那个真的会上瘾，按钮，是它那个的
而就是你要下降的时候，你真的要注意。嗯，不然就直接体验了波涛，体验了波涛的速度，体验了波涛，哇，飙飞车，体验了波妞，波妞。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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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啊，怎么了怎么了？没有没有，我也没有解，我也没有要生他。团长很开心，那团长很开心。没有啊，没有有啊。他不上次也是说，他只会听到那个事实嘛，会过滤，有没有？我会过滤掉这样吗？没有啦，会过滤掉不是事实的东西。对，选择性失聪。真的。影业是要三十二万哦、喔，三十二万这么多、喔，这个啦，经验上限值哦，六。好像说什么？你要去热带海洋？我在找热带海洋，之前的传送的热带海洋好像已经弄掉了吧？那你如果有的话，能不能顺便带一点海？那叫啥？珊瑚？海？对，珊瑚跟那个海，跟懂？海鞘？海鞘吗？海鞘？好，可以啊。耶、yeah. ！那有什么问题？海鞘，一组钻石哦。龟不龟鞘？我没有钻石，我没有钱去了，我是没钱，连乐透都买不起，我连乐透都买不起。他连翻身机会都没有，粒子棒也不能丢，可怜。对啊，可怜。哎，热带鱼，很小。哎、欸，你要跟他说，可以预支啊，但你下次中乐透归我这样。哎呦，来来来来，交换交换，给我桶。好不容易中，不给我桶啦，给我水桶。回去还钱呢。好哀伤哦。那带鱼长怎样啊？红色的啊。啊？有很多不一样的样子。小丑鱼啊。五颜六色。嗯，热带鱼颜色超多的。我看它是热的，就是热带鱼。嗯。OK。OK。很温哦。他熟了没？所以。所以那个什么清蒸无锅鱼也算是一种品种的鱼。如果你说的话，可能广义上来说是哦。红烧鳗鱼啊、一种。哦，突然好想吃一点热带鱼哦。那你去热炒店就说。哦。啊！天哪！干嘛笑成这样？我刚刚没有人讲一个，我真的觉得很适合我现在的写照啊。他们说自愿当游乐园工友，没钱买乐透，心酸画面流出。心酸画面，你又没有跌倒，不是，这就是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还要养宠物的感觉啊。哎、欸，真的哎、欸，对，宠物比较重要，有吗？你都饿死了，谁去养那些宠物？好笑，你看那些熊猫，你看我这两次直播的食物都是 sales 食物。哎，对，那、啊、你上还咸呢、欸？哈，萝卜、喔，萝卜，萝卜吃不饱啊，多吃几个啊。我给你烤猪排，对啊，所以我很开心，我很感谢你。那你要喜欢波妞。这是来自波妞的猪排，还嫌表示还会嫌表示你不够穷啊？对吗？有得挑还有得挑，真的啊，要羞啊！哎呦，一件吧，还有好，哎呦，一半，哎呦，几颗啊？热带36啊，好少。那我还是下次我陪打好了。尾刀留给我，东西给你们，我都不拿，这样子。哇，来都来了，顺便提分啊！好啊，好啊，好啊。怎么了？不是、啊、前面说没关系啊，东西给你们。没有他这么客气，我想说那好吧。哦。你要推脱了啊，这样。再推脱是不礼貌。反正只是一刀的时间嘛，这样而已啊。嗯。不然就是你们出不进的，我拿就好了。至少有一颗嘛，这样子。这只鱼好漂亮，这只鱼好漂亮，啊、抓到了、欸，就它完全是尼莫配色，哦，哎、哦可是它颜色是反过来的，反过来，尼莫是白色的条嘛，它是白色的身体，然后黄色的条，黄色的那你叫它，那你匿名就叫它莫尼好了啦，莫尼过来，莫尼。对，你们知道斑马到底是白底黑条还是黑底白条吗？对啊，
白底黑条是白底黑，不知道哎、欸，这我没有特别去想过啊。我刚刚讲的是乱猜的、哦，白底黑条还是都有，应该是白底黑条吧？是吗？我记得好像是黑条纹呢。对啊，它长得像斑马线，所以是什么？它那个好像是为了就是什么当成巢的那个什么巢的阴影，然后去影响那些肉食动物的视觉。现在我们看来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影响，没有，因为我们的视线是站着 的、啊，对啊，而且我们看的是彩色的，也是其他有些动物的是他们是只有分，像是狗狗也是啊，狗狗也只有黑白灰啊，对，哦没有，狗其实不是灰，哦真的吗？狗还是有那个颜色，还是有颜色，对啊，那是看得到颜色了，但是看得到什么颜色我们不知道，嗯，哎、欸、我好像有人有说，可是忘记什么颜色，然后猫咪好像只看得到蓝色，对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找宠物沟通师问问看，请问你看到什么颜色？请问你看到什么颜色？然后狗狗传给你的图像是什么颜色？这样很针对吗？很针对，没错。你请宠物沟通师来，然后问他说：“请问我的宠物看到什么颜色？”他如果真的是彩色，那就是在骗人抓。不是啊，因为宠物沟通是不是都说那个是就是动物会传一个图像意念给他们？对，那你可以先问问题啊，问完以后，哎、欸，算了，我很好奇他看我是什么颜色。酱油站后面一点。各种刁难哥哥直接叫好像不太行哦。酱油站后面一点。耶、yeah, ，谢月月，你的鱼刺都露出来了。你们会很相信那个沟通师的东西吗？我会一半一半诶、欸，我自己也是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就是比较像是宁可信其有，觉得就是听听的这样，听听的。可能就跟可是我自己没找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两个大开子有没有、嗯？那我觉得我很需要啊，我觉得这种东西都要你可能就是自己有找过一个很灵的才会相信它是真的、欸。对、啊，也是啦，嗯。我想问他为什么叫他待那么派？你可以去问问看。你问啊，你上次找过了。他那么喜欢鸟的色瞳。是霸凌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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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沉默。你刚不是找过了呢？是我说很多沉默。是霸凌是不是？啊、他没意识到，他没意识到，就算了。什么？没意识。没有啊，说刚刚你跟你讲话讲那半，你突然没气。对，你就没气。是吗？我声音没、啊。你被抓去沟通了吗？沟通的是我啦，不是我家狗啦。你现在不要怕，你有没有看到一道桥？不要过去，不要这样走，不要。哎、欸，那你要转弯，好不好？要转弯，没有车主。你这是这今年是怪恐怖的，到底是在沟通还是在关录音呢？这边不，这是属于你的事情，不用理他，没关系。你就这样好好的走过去，把他当白痴。什么不行啊？哎、欸，他这个是不是很有想象力啊？不然怎么？我很有想象力。就是关录音呢、啊？没有吧？我觉得那个没有啊。不知道哎、欸，我觉得那个又不一样了，又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啊、那个不是也是要看有些人会成功，有些人不会成功。对啊，对，要看人。所以那个真的也不好说。看 VR 有没有充电呢、啊？你有没有充电？完了，太危险了！地狱的路上有你有我，这个很危。VR 有没有充电？我觉得蛮好笑的，蛮有意思的、啊，我觉得。是哦。鞭刺最多是二还是三啊？三吗？三吧。二吧。啊、二、哦。记得鞭刺三。三吧。对。哦、是三、啊。说正常情况下。可以合到，可以不磨到的是三。哦。我想说，我们这边不是可以到超红？这边是要自己冲啦。对。自己冲可以冲到很红啦。对。对啊，问酱油就知道了。他也冲一大堆、啊，她是最坚持的女人。嗯，最坚持的女人。我看一下，我现在最坚持的女人。我记得我是七。哦
你看他够尖刺吧？好刺哦！带刺的玫瑰。因为我抽了一大堆，它的反伤又有极限，不要抽。尖刺，不要抽。尖刺在我们一般附魔台附下去的时候，最多只有二。那你要到三的话，是要用铁针才可以喝到三。哦，所以敲就是要麦块是给到三。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听到最高附魔就附到二，但是你的铁针可以喝到三这样子。嗯，因为没办法，只有一服有尖刺啊。那是不是就跟保护一样啊？就是附魔可以附到四，但是你可以叠到五。对，保护就是四啊，最多四。保只能到四啊不对啦不对啦，功力才能的，功力啦对啦功力啦啊讲，除非用精致的武器啊工具才能附到最顶的，精致的，对啊黄金的，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那时候玩比较好不是吗？对啊，我那时候会知道是因为那时候玩那个歼灭，那就用金镐直接附到效率，我吓到，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出事啦！怎么会有五？对啊，然后一问才知道有这件事情。钻石算是精致的啊？钻石啊？不是，钻石不是啊？精致是黄金制，黄金制作的，不是很精致的那个精致。我想说，钻石不是很精致？你上面要香花。那是孔金啦，黑波感。一个是孔金，一个是 beautiful， 一个是哦 expensive， 一个是 expensive。还是要叫 fancy 能用精致。我以为在叫我嘞。fancy， 英文小教。哎，压底线的你打啊，打过了，好没事。哦，我还没打哎，想到。稍微你先去打，好，先来去打，先 keep up， 哎，等一下在下雨，你可以先去关 keep up，keep up，keep up 吗？也在 keep up，keep up，keep up 小雨的 keep up， 你说当打卷打一打卷，好像睡觉都会停雨停哎，雨停是谁？睡一觉就没了。睡一觉就没了，对他睡觉后他白天就不见了，睡一觉就没了，睡一觉一定就不见了，就没了。等一下，这样子听起来怎么有点不妙啊？哟，危险！不消任何责任。雨婷，你哪会不去啊？来的来的，你只有一夜的缘分。一夜的，所以是一夜雨婷吗？叶雨婷哦，叶雨婷呢？好像是有这个人呢，你去找我看 ，FB 搜寻叶雨婷，有吧？就你找出来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都叫叶，太多了。我觉得蛮好听的哎，你说叶雨婷啊？我叶雨婷啊，叶雨婷，叶雨婷，哦，叶雨婷，一夜的雨婷。然后哎，咦，叶雨婷没上课吗？咦？咦，叶雨婷没来上课？哇，这是叶雨婷哎！怎么啦？你看啊，你怎么跑在这里？因为有人打副本，你可以直接放，直接放在里面，可以直接放里面啊！很多很多很多，那我这个给你，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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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这好多桶哦！哦，因为你刚刚的攻击是没有加烽火台吗？还是烽火台加二五而已嘛，我是在上面测试的啊，那就有啦、啊。哦，那就有。啊、我操！哦，因为我刚没有加力量，我得到的只是八十级，但是我拿到力量二，我直接我的攻击直接变103。哦，我真的差这么多、哦。力量二真的很强。应该是你装备有换吧？因为力量无关你身上数值，只是加十，没有额外加六。我再离开看看，因为我刚刚在我家测试的时候是，我拿到的只是86。你有没有看到白色的鱼？你有看到白色的鱼？那是热带鱼。我看一下，哦，这一只哦，哎呦，你们这些笨河豚。笨河豚，笨河豚。我们钓得到的只有白色的热带鱼，啊，死了。对，我们钓到只有那一只。哦，抱歉，团团，你的热带鱼死了。没关系，那个隐约给了一大堆。嗯。人家说，抱歉，我把你一大箱的都一大堆都杀完。哎呦，太派了！真的有差啊，欸、有差哦，有差有差。对耶，我是加十变二十，二十变三十看一下，我现在多少？我在有烽火台的地方。你是在有烽火台还是没烽火台？有烽火台103，没有烽火台86。
看一下，现在我能够查吗？这里，这里是有烽火台一百，哎，为什么比较低啊？101。哎呦，烽火台万万岁！哦，没有，穿错装备了，不好意思。哦，108.8888.8000001。这样子危机这边写的有点问题。嗯，对耶，应该这样子，应该是加数值，不会影响到那个、啊。哎、欸，好神秘。音乐，我可以给你拿个书吗？书拿，我想要拿生命七十。生命、哦，我这边还有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有啊。我记得我生命用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攻击力。的还蛮多的，因为攻击力你基本上你就只有一两把剑，你的装备是好几件。对啊，啊有啦，有几张生命在这里。生命七十剩一本。对，你就拿去吧。我有啊，你要不要啊？好啊好啊。我好像也有哎、欸，在箱子里。嗯，不行，我先找繁星好了，有缺再找酱油。好啊。对，如果是附魔属性 up 的话，那比较好。啊、我觉得下面属性，我觉得下面属性 up 比较好哎、欸。不是啊，我这把的卖点就是掠夺啊。哦，你那个性质不一样，用处不一样。嗯、啊，如果你知道叠像是攻击力趴数的话，那就真的是下面 up 就是真的差很多。对，跌到一个鞋子加下面 up 全部都是破百的，它甩出来的数值，原本我们甩出来只最多100，它全部都破百，差很多。那我先拿个，看一下这一个、啊我拿了九本哦啊，拿到九本哦，好，90颗钻石哦，要算钻喽，我天哪！啊！你要打充满再讲。你要算钻石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又啊，你又完了，90颗钻石啊！谢谢啊，谢谢啦，感谢消费。哎呀，谢谢。等他用完再讲啊，这样子。讲太早了。讲太早了。啊，不好意思。你说话那么快啊？这样有哇？他没有声音，失败。8张，过8张。哦，8张其实也蛮多的，赚，很多哎、欸，就过平均值7张以上就不错了。没有哎、欸，我上次的就没有过平均值，不是、啊，没过这平均值。哦，哭了。啊，不干娘的。嗯，这里。啊，我应该是昨天上礼拜冲装的，这礼拜不赢冲，我今天怎么冲怎么爆死、欸、今天不赢，哎、欸，是不是又验证我说的运气是有一定的定量，一个轮回。那请问你们什么时候运气才会好起来中？我觉得我应该是很难啦，应该轮到你们了啊，差不多了，对不对？没有，他们是用去其他地方的。哇，这个游戏没有。例如，他姜饼人抽得很好啊。哦、没有，哦、你不能这样说，他又要出新角了。他又要出了。哎、欸，他又要出新角了啊！又是人权角吗、哦？看起来感觉蛮像的。又一只人权是不是、哎哦、人权是什么？哎、那一个改版最强的那个吗？最强的，没人，就是你没有这只就是没人权。哦，那跟字母一样哎、欸。对啊，完全换啦，很多现在游戏都这样吧，新角出就是旧事情，越玩越到歪头，这样大家才会想抽啊，不然他就赚不了。以前的角色，不然怎么赚钱？哎、欸，我有8本70%的嘞，要不要？哇、哦，好多、哦，好扯，打到2本啊，2本的掉。对，预告一下，我们下礼拜呢。嗯Yeah. 会来办个钓鱼大赛哦，可以准备一下你们的钓竿，用自己的，准备还有可以用自己的，是不是？那我的鱼饵五，那我鱼饵四，那我是不是要冲个鱼饵五了？我还没有钓竿，都还没弄好哎、欸，完蛋了！你是下礼拜8点就开始吗？啊，没有，下礼拜9点。哦，好，那我下礼拜还是有准备时间的，那就好，那下礼拜再冲。嗯。你会忘记哦，酱油。嗯，
不会看到你们在冲，我就跟着冲了。嗯，冲啊冲啊！嗯，拿毛，拿毛，太靠谱！哎呀呀呀呀！爱德宝宝，大家好快哦！第一届接歌大赛，第一届接歌大赛，真的。哇，为什么有些剑都好硬哦，好多防御力哦，是到底是怎样？嗯，到底是想怎样？说太硬了吧？25%。我突然觉得钓鱼的钻石好像比我去挖矿多哎。对，我今天好像没钓到哎。嗯，我现在钻石不好弄。因为我钓到18颗了，然后刚刚挖矿挖的要死，才9颗。不是你9颗是原矿吗？对啊，是原矿。你不是还有他那个团的那个加11，这个稿子就好了。嗯，我是拿那个幸运稿挖，然后9颗。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挖原矿？对呀、啊，你挖原矿给团团那个石的挖会差很多呢。你要拿去过开光，你懂吗？开光，你要给那个斜杠的、啊、很多，斜杠的，斜杠的。你到底斜了多少东西啊？是就是专门斜杠帮忙做很多不一样的事。对啊，没错、啊，尊重我们斜杠的团团哦，尊重我们斜杠团团哦，的斜杠团哦 ，respect you now，respect you now， 笑死！啊，你小你怎么了？我想了呀，我没有带钥匙，我是穿那个一般的。忘记了，购买健康按摩。没有，因为不是，是因为那个一直被他打很痛，所以。哦，对啦。我想我先穿着衣服就摔下去。我以为我会飞，结果我的翅膀还没长出来。我想飞，水还没。我钻石7颗。嗯、哦，绿绿的，哎、欸，绿绿的，哪里绿绿的？他们跟我讲，绿的，那是我掉的，我名字已经写好了，没有，我已经改掉了。你下次冲过去，不是拿刀，是拿命名牌先命名，这是我的。谁都不能拿走我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我的、欸、我想到一件事啊，副手拿装备是比较比盾牌还要强啊，对啊，看你那个东西，就是拿你要的啊，不是因为你充卷，你的血量是会增加上去的，然后盾牌是不能充卷的，可以啊。对，你就拿个血量很多的装备嘛，是这样子的、啊，对吧？我想到盾牌好像就只是能防御而已，取舍喽。真的，等你做好我就把它改掉。我喜欢，应该给你听的。好坏，太难过。你要想清楚哦，你做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哦。你要想一下呢，你真的要想一下。对啊，大家共存亡呢。对啊，你不可以这么自私哎、欸。我还是有原本的盾牌。yeah.我问一下哦，那个河豚胀起来的时候，它会戳你嘛？啊，它也如果戳到旁边的鱼的话，也会中毒，不会也会跟着中毒，不会。会啊，都哎、欸、不会不会不会、啊、不会会。那为什么我的刚刚这个热带鱼池里面有一些鱼就突然间死掉了？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哎、欸，我也没打它。你看啊，它会不会是碰到地，然后它跳太久了？不是哎、欸，你是哪里？我帮你看。我刚刚看你那热带鱼池旁边是通道，鱼有可能游出去的啊。哦，啊，你是躲空？它可能会故意游到没有水的地方。你不要用玻璃片哦，或半砖当那些哦。玻璃片他们会那个会干掉。哈，他们喜欢靠，他们是角落生物，你要小心哦。
看是玻璃片，看是玻璃干掉了，玻璃片啊，是要玻璃的那个、哦、啊，你那个好无人道，好恐怖哦，好恐怖哦，我改玻璃砖了，我改玻璃砖了，热带鱼坟场，我要抵制，热带鱼坟场，我改玻璃砖，飞车名就是热带鱼坟，我要抵制，而且之后我还不有人好讲了一个点，我很好奇，就是如果矿车过去的时候刚好鱼在那个车面前，会被碾到吗？哦、你看吧，就是我们停坟场啊，很承认。哇，那你这样盖了一个灵骨塔，又盖一个坟场哎，哇天哪！哇塞你是不是死神啊？怪是，对，死神。你到底是建筑社还是葬仪社？没有啊，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来说，哎、欸，请问你今天要找西式还是中式啊？斜杠一个，对啊，又有斜了，斜杠、啊，斜杠，超聪明的工具人，把熬夜的观众绑在铁轨上，绑在铁轨上。我睡觉，一困啊，困啊困，不困。这样要讲，这样要讲绑不睡觉的观众，不睡觉的话，实况组多的吧？应该一排都是实况组吧？这里面现在最近比较健康的就是小雨跟雨月吧？哦，我最近真的很健康呢。对啊，12点睡觉，早上5点起来。哇，太健康了吧？哎，这样只睡五个小时？不是，因为5点外面天就亮了。窗帘不拉，窗帘没有拉。我不是闻到早餐的味道，没有早餐。雨月，中大。我想这次雨月的，我觉得可以，因为他帮我拿热带鱼头。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子吗？可以，他很好心啦。等一下，我身上有点满呐、啊。哎呀，啊、我口袋蛮空的啦。帮你装一下啦，帮你放啦。我这边口袋还有空间，我先帮你装啦。哦，真的吗？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口袋都有东西可以放。对对对对。哦。有鹅卵石、泥土。没有啦。酷。哎呦，我身上很满啊，所以这些东西送你们啦。丢垃圾的部分。对。啊，我们有几个人啊？看一下。9个。九加米酒。所以是8。我加米酒。加米酒，好，大家拿一个啊，耶，耶，好多，哇，我下一次的可以买了，可以买了，我帮你可以买了，我买了，但我没钱了，你知道吗？太开心了，我帮你有得买了，其实是赚钱日哦，哦，哦，哎，还有没拿？谁没拿？我来了。要跟准备好哦！我这两个礼拜都是固定，就是开场买乐透的时候，我只能买一张，然后后面要靠打副本。哦，都拿了吗？我没拿到。哎，你们有2组啊？哎，我拿了。一个人是32个吗？对，你弄了几份？我弄8份啊。我反正没算，对啊，那可以少算。对啊，那应该是正常的、啊。因为我刚刚过来开箱是0。哎、嗯欸，我拿32，因为我滑鼠有点难的，我点一下会变3下，所以它自动帮我32变64。你太哇，那你刚刚怎么没有说偷？我现在打 AP 已经超强。什么鬼？点色的部分吗？很强，点色很强这样。哎、欸，那你去玩那个 Pocket。Kate 为台湾争光啊！对啊，真的去点那个猫猫啊！我们被超过了，交给你了啊！什么？我们又被超过了吗？不是泰国吗？泰国太强了，超过我们2倍了哎、欸！好超多、欸！我看有一张图，他是说什么竹林3险，然后世界3险。对，竹林7险，然后世界3险。竹林7险，世界3险，超好笑的。他是排那个 Pocket 的那个前3名。我今天要看影片的时候，我就按一下播放，然后他就点2下，然后又没有播放，我又按一下，他又帮我点2下，我又按一下，他又帮我点。那你下次可以用空白键，按空白键，或者你可以按 K 键 ，K 是播放。正打的 K 可以播放。对，空白也可以播放。聪明哦。来啊、哦，下礼拜。钓鱼大赛，另外还要就是大家决定好，可以这礼拜想一下，你们要入什么社？
社团哦，对对对对对，好啊，有新闻社就是跟你就接入新闻社就好了哦，可以一起啊，对，社团。啊，有斜杠社也可以放斜杠社也可以。斜杠社、啊，我到底是什么？我是斜杠社啊，就是什么社团都参加。很惨哎，每个社团活动都要去一下。如果社团时间都重叠到了，然后你就不那我就分身啊。分身。啊，这边预计之后可能就是要大家弄个社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大活动。大大的小活动，小的小活动，所以是小还是大？中活动，哎、欸，中活动，哦、对，来大家拭目以待。那今天到这边啦，好，下课，耶耶，下课喽，下课喽。嗯，马社没有啦，要也是真的有兴趣的啊。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诺音他等一下会开，那我等他。好，诺音还在下班的路上，对，所以等一下我一样会出现在诺音那边。聊天室啦，他今天是念棉花糖，所以那边就是待着。那这边有一个朋友，应该说以前认识的朋友，他在做 V， 所以你们可以过去这边。这边这个是算我以前认，也不是朋友，就是有认识的，然后刚好有注意到他在做那个，他跟我那天在聊，刚好是聊到他在做，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去这边看看他，嘿。那等一下就是晚点，如果诺伊有开台的话，我会在那边一样在那边瞎鸡巴不知道干嘛，然后可能剪片、画画什么都可能。好啦，如果晚点要来看我或跟我打招呼的，可以到诺伊台啊。现在先去那边吧，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